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this is Blair. Hello everybody, this is Summer, 欢迎大家收听早安英文。Summer, 听说最近长沙解放西出了个偶像天团，你关注了吗？解放西？I have absolutely no idea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你都不看热搜的吗？最近热搜榜前几的词条是什么啊？鹿哈 ESO, 易烊干喜加入 ESO, 黄子诚退出 ESO,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鹿哈。Who are those people? 其实就是一个碰瓷 EXO 男团的一个山寨男团啊、通过模仿他们呢来博取眼球和流量。And not just their names, they also copy all the drama. What do you mean?就之前鹿晗和黄子韬不是相继退团了吗、那我们解放西男团 ESO 啊也来了这么个程序，成员鹿哈黄子诚先后退团。 I really cracked up when I heard the reason. Yeah, why? 据说退团的原因呢是要回去考驾照。So it's just a bunch of kids playing around, right?、年纪肯定是比较小啊，我猜背后肯定还是有公司的吧。团名呢，他们也是山寨版，叫 ESO。哎，这里贝贝你一定要注意啊，到时候粉丝们不开心了啊。粉丝们说这里的 E 呢是不发音的，所以应该要读成 ESO。ESO， 这可不行说啊。哎，不过为什么这个 E 不发音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 EXO 这个组合呢并不是说字母 E 不发音，而是因为呢它来自于单词 exoplanet， 取前面三个字母嘛，表示外星球。所以呢你如果把字母一个一个读确实是 EXO， 但是连起来呢这里的 E 呢就发一个 A 的音了，所以就是 exoplanet。所以不是字母E不读了啊，而是呢发音上改变了。Right. 诶，但是你发现没有，英语当中啊确实有这么一些字母，它在单词当中呢就是不走寻常路，就是不发该发的音。就像这个男团一样，对吧？不走寻常路。Right. 而且还挺多的哦。那今天节目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单词中呢不发音的字母吧。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每天都会更新。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那首先啊，我们来说说这个字母B 啊，经常听到有同学会读错，比如说爬山的爬 climb C-L-I-M-B， 是不是很多同学会读成 climb？ No, it's actually climb。这个字母 B 呢是不发音的 climb。 我们看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停电了我得爬楼梯， I took a deep breath and began to climb the stairs。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爬楼梯。 Right.Climb the stairs. 总结一下呢，就是当字母 B 在 M 之后呢，它就不发音了。类似的词还有很多 ，like 大拇指 ，thumb， right， 梳子怎么说？贝贝 ，comb， 哎，对，水管工 ，plumber， 对，这里的都有字母 B， 但是它都不发音 ，right， 哎，还有骂人家很笨的那个单词啊 ，dumb，、D-U-M-B， 经常会有听到有人说 dumb， no。It's actually dumb. Like, that was a pretty dumb thing to do. 做那样的事情太蠢了。对 ,dumb. 还有几个单词啊，就是这个字母 B 呢它不跟在字母 M 的后面，但它同样不发音。Like, subtle, S-U-B-T-L-E, 表示呢不易察觉的微妙的。所以就不要读成了 subtle. Yeah. No, it's subtle. Like, subtle differences, 细微的差别。是的。还有一个欠债的债这个单词 是的 D-E-B-T 中间的字母 B 呢也是不发音的，所以是 debt debt， 然后怀疑 D-O-U-B-T 读成 doubt。 对，
那除了这个 B 之外啊，不发音的字母还有很多啊。嗯，比如说字母 K， 哎，大家发现没有？平常我们最常说的 I don't know， 其实这个 know 它是不是字母 K 开头？对，大家可以不发音啊 ，it's silent。对，类似的单词呢还有很多 ，knee 膝盖 ，K N E E K 不发音、嗯、，night 骑士 ，K N I G H T K 也不发音。对。所以这个规则大家可以记一下，就是当 K 呢出现在词首，而且还在字母 N 之前， K 就不发音了。哎，你说它不发音，它来干嘛呢？增加我们记单词的难度吗？套写哦、嗯。那其实很多单词的拼写都是根据词源来的嘛。嗯，我们知道英语中那些单词呢是来自其他国家的，所以受词源地的影响了，所以更应该入乡随俗，因地制宜嘛。Well, but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so... So, 就好好背单词吧。还有一个字母我也很讨厌啊，简直就是奇奇怪怪的存在，经常不发音。Yeah? H. Right, H. This is a tricky one. H, 在单词中经常不发音。比如呢，大家最熟悉的 H 在词首有时候不发音。For example, hour.所以呢，一个小时是 an hour， 前面要用不定冠词 an。嗯，还有诚实的这个单词啊 ，honest， 以及它的名词形式 honesty。而且有时候啊，这个发音不发音还不一定。嗯，像这个单词草药 ，herb， 在美式英语当中呢 ，h 通常不发音 ，so it's herb。是的，但是、在英式英语中，这个 h 它又发音了，对，它会读成 herb。不过呢，这种情况不多，大家也不用焦虑，就这种特殊情况就记一下就好了。是的，诶，那除了刚刚说到的情况啊 ，H 放在词尾通常也是不发音的。For example, Hallelujah， 外国人在很开心啊，或者是称赞上帝的时候，就会来这么一句 Hallelujah， 这个 H 是不发音的。对，其实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我们日常生活中说的最多的一个词 ，Oh。就是 OH 这个 O、yeah. like oh my god 这个 O 其实也是 H 不发音对吧，对，它只发了字母 O 的音。诶，那在一些字母组合当中呢，比如说 GH RH WH 中间的这个 H 也基本上都是不发音的、yeah. 我们看几个例子啊， Ghost 鬼魂 GHOST 这个 H 不发音，然后像 Rhythm 节奏RHYTHM 第一个 H 不发音。对，而且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 WH 组合，比如像 What When Why 这里的 H 也都是不发音的。嗯，诶，那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很讨厌的字母 T 也经常是不发音。是的，当 T 呢出现在比如像 STEN STLE FTEN TCH就是刚这一系列你位于这个词尾的时候呢， T 通常就不发音了。我们可以来看几个单词啊。嗯，首先 STEN 结尾的，比如我们很熟悉的 Listen Fasten T 都是不发音的，不要读成 Listen Fasten 这就不对。对，像这个 STLE 结尾的，比如说 Whistle 哨子，或者说吹口哨，很多同学看到拼写呢就会读成 Whistle 对吧、但是是 Whistle。然后呢还有长得很像的摔跤，这个词也是 wrestle， T 也不发音，而且开头的 W 也不发音。 Right， 还有 FTEN 组合结尾的词大家不陌生啊，比如我们说 often， 不过呢确实会有人读成 often， 大家就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吧。这个都可以。然后像 TCH 结尾的词也很多啊，比如像 catchmatch 这里的 T 呢都是 silent。 嗯，那还有一些是特殊情况啊，一些外来词，比如说芭蕾舞这个单词 ballet 拼写呢是 B-A-L-L-E-T， 但是因为这个词来源于法语，所以按照法语的习惯这个 T 也就不发音了。嗯，还有我们最喜欢的自助餐嘛 buffet, buffet 对 buffet T 也不发音、yeah.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单词中不发音的字母啊，不过这也不是全部。嗯，你还知道哪一些呢？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每天都会更新。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So thank you so much for listening. This is Blair. This is Summer. See you next time. Bye.